大家好啊，子欣塔罗解，好玩到大啊！我都想啊，头先我嘅回应就系话，我都想好玩到大嗌。咁呢个礼拜咧，礼拜一啦，上个礼拜大家觉得点样样啊？好唔好玩呢？咁啊，我自己咧又唔觉意咧，就喺呢个好乖咁去做义工嘅时候咧，就喺嗰个义工嘅环境里边咧，就竟然咧感染咗感冒喎。咁啊，因为好多人啦，啲地方咁样就都要大家都要小心啲咯。咁好啦，我哋呢个礼拜咧呢一节咧就做预测啦。咁我哋就会睇咧3月27号至到4月2号噶喎，四月咯，大家会觉得系咪时间过得好快？有冇咁嘅感觉呢？已经系嚟到春天啦，春天咧就除咗咧啲天气咧又真系好湿之外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啊，春天嘅时候咧要多啲去行山。咁你哋有冇行山呢？其实咧我已经去过一次啦，上咗去呢个咧山顶。咁咧但系个感觉咧，好老实讲，其实麻麻地嘅，因为咧好湿好湿好湿，但系咧就好多人喺上面咧系拍影相噶，因为咧我哋系即系大雾到咧。你是好浪漫，好，我諗係好靚嘅咯，好特別咯，即係有時間唔時會閃過見到下面嗰啲高樓大廈咁樣，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趁呢個機會咧就覺得捕捉呢一個特別嘅一刻，咁見到嗰啲人開心咧係唯一上到去覺得uplifting 嘅，即係開心嘅。Other than that， 即係嗰個以外咧，其實個感覺咧又濕又～大霧，仲其實嗰日係不停咁落住微微雨嘅。咁不過咧，你哋唔好好似我咁俾個天氣影響，或者俾有啲事情影響。不過咧，我都唔係咁差。我嗰日咧都後半橛咧，我就開始有 aware 啦，覺察到啦，就提自己啦。咦，我感覺開始向下去咯。有兩個人同我一齊，我點樣可以將快樂帶俾佢哋？即係我點樣 uplift 啊？我有時其實當時諗，我點樣 uplift？到大家一起的那個感覺咧，咁我就開始亂噏嘢啊，講笑啊咁樣，咁都開心啲嘅，真係。其實我當其時咧，第一個諗到嘅咧就係、是，我點樣可以引大家大笑咧？喺我哋呢度咧，子欣塔羅解咧都好開心、好慶幸啦。我哋訪問過好多好多唔同嘅老師啦。咁曾經有一個大笑治療嘅老師，大家記唔記得啊？呢個老師咧，佢係聲稱佢嗰一套嘅大笑治療咧，同我哋喺香港出面聽到的大笑瑜伽啊，咁係有啲唔同噶嘛。咁我從嗰個老師佢嘅嗰個訪問裏邊，我學到嘅咧就的而且確真係咧，大笑係好容易咧就令人咧 uplift 啊，成個環境啊，連你身邊啲人都會覺得輕鬆咗啦，有一種治療嘅效果嘅噃。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咧，有你冇你都大笑一下啦。咁最好就唔好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大笑啦，即係嚇親人就無謂啦。咁嗱，呢個禮拜咧我哋睇。喺3月27号到4月2号喎，咁咧今日繼續咧係選用領航者塔羅，我最喜愛嘅一副塔羅，唔係呢副塔羅咧，其實我就唔會學塔羅牌嘅，咁所以咧一直都係主力係沿用呢一副牌，咁而家咧喺呢一刻咧，好啦，長話短説啦，先嚟咧集中意念咧，希望我哋至高至善嘅神明俾我哋三張牌。因應吸引力法則嚟到聽到睇到嘅觀眾係為佢哋出三隻能夠inspire 啟發到佢哋嘅牌，禮拜頭、禮拜中啟發到佢哋啦，並且係令到佢哋嘅生命更加好，過得更加好嘅三隻牌。好，咁我哋睇下咧，三月尾四月頭嘅時候。宇宙有啲乜嘢啟示或者提示俾我哋啊？呢排咧好似好想將啲牌咧一氣過打開曬咁。不過咧，我想撳住自己唔好咁樣做，逐一隻逐一隻嚟到睇下佢俾我哋嘅啟示係乜嘢。第一隻咧係 growth 調轉咗成長，即係咧我會收到佢俾我哋嘅信息咧 growth 喎。後台使唔使我 send？ 醒目，真係好，非常之好。係啦，冇錯就係呢隻牌。如果呢隻牌咧喺禮拜頭嘅時候並且調轉咗出嚟咧，我會收到嘅就係話，我哋繼續需要成長。
有很多老人家呢我遇到的呢他們會覺得我想因為我為什麼有少少停頓呢因為我用很多這個字可能有少少誤差我是見過、好幾個老人家呢、由他們未是太老即或者五十尾六十頭的時候呢都仲係好有衝勁對生命有佢嘅熱情去到呢不出幾年之後呢就變得對好多事情呢都覺得冇興趣甚至乎佢哋嘅口會講就話呢冇意思㗎啦乜嘢都即係好似睇唔到生命到底有乜嘢有什麼意義啊？對他們來說，那從而呢，這些的老人家呢，通常很快呢，他們就會生命中斷，就會離開這個世界，這樣的噃。那但是呢，我們在新心靈的成長的領域裡面呢，我們知道就是說呢，其實成長呢，是永遠都是不會停下來的噃，因為呢，我們是靈魂來的嘛，所以呢，我們的靈魂呢是如果你都相信你自己或者我們是靈魂咯當然這個世界上呢我都聽過有些朋友呢他覺得他相信呢人是就是這個肉身的這個肉身呢沒有了死了呢就煙消雲散就沒有了這樣的而且確有些朋友呢是相信是這樣的但是如果你都亦都同我一樣或者話同我哋新時代一樣相信人係有靈魂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無論去到幾多歲啊，無論你係六七十歲、八十歲，甚至九十歲，或者其實百幾歲嘅公公婆婆咧都有嘅，我都係唔好用多呢個字啦，但係我都見過好幾個啦喺香港，咁其實。去到這個年齡你去到學的東西或者你去到體會到的東西其實它是會記錄了在你的靈魂裡面無論你這個肉身離開了你會不會再選擇過另外的一個肉身再來到這個空間又或者去到其他的空間都好你所學了的東西記錄了在你靈魂裡面的東西呢其實它是永遠都不磨滅的特別是去講一些記憶而特別是講一些你領悟到你學到的東西所以呢無論我們的年紀是多大不要說呢只是看到這個的空間裡面你能夠做到的東西因為呢有很多老人家他會覺得就是說可能是因為身體始終就是這一架格西老師就很有趣的他會形容我們這個身體為一架租回來的車咁呢個形容都非常之好嘅，因為租嘅車你就要還俾人噶嘛，咁你總有一日你要還俾人嘅，咁唔好因為咧你呢架租翻嚟嘅車咧佢舊咗啦，你就覺得呢架車已經唔可以跑馬拉松或者唔可以做好唔即係好多嘢唔可以做，而你自己就畫地自框咁樣樣咧，令到覺得自己好多嘢都唔可以做。其實並唔係咁樣嘅。我哋嘅靈魂咧學咗嘅嘢咧，其實佢係有分數係記載喺度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話每一個 B B 仔佢哋出咗世之後咧，佢哋嘅生命都唔同，係咪？有啲人就會覺得話啊，佢好好命喎，或者話啊，有啲就咦佢或者唔係咁好命喎。咁嗰啲喺邊度嚟嘅咧？其實都係你累生累世積落嚟嘅因果啦，或者用呢個字啦，咁而係記咗分，記低咗喺度嘅咯。咁所以咧，禮拜頭呢一張成長嘅牌出嚟嘅時候咧，調轉咗個成長嘅牌出嚟嘅時候咧，我會覺得佢提醒我哋，喺禮拜頭嘅時候，我哋好清晰咁亦都見到課題嘅出現啦。課題嘅出現咧，大家係咪都已經同子欣一樣咧，非常之勇敢咁樣就知道就係話。遇到課題，課題的意思即係有啲令到你或者擔心啦，或者係未有咁快睇到答案嘅事情啦，出現嘅時候，咁會唔會咧都係好似子欣一樣，已經咧
我唔或者我唔講話完全係唔驚，完全係冇反應，唔咁樣講啦。咁但係咧，就嗰一個嘅擔憂或者係話嗰個嘅恐懼已經係大幅度嘅減少，咁而係能夠好坦然咁面對任何咧喺我哋人生裏邊咧出現同埋嚟到嘅課題咧。咁依個咧就係禮拜頭嘅狀態啦。咁我哋咧嚟到睇下禮拜中呢一隻咧。Achiever 喎，成功者調轉咗。我啱啱呢一刻咧，即係覺得成功者調轉咗。如果佢唔調轉，咁幾好咧 ？Achiever 其實唔係叫成功者嘅，係一個即係追向目標嘅一個人，係咪啊？嗱，見到呢隻牌裏邊咧，其實佢係滿滿依一個嘅成功嘅感覺喺裏邊，同埋咧佢係好係咧呢一個世界肉身世界嘅得著嘅嘢嚟嘅噃，因為咧你見到啦領航者塔羅嘅最下面嗰度 Worlds 世界呢一隻屬於世界嘅牌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呢一隻牌咧其實係代表喺呢一個物質宇宙裏邊我哋所得著嘅嘢，去到禮拜中嘅時候咧，我哋依然咧係冇停落嚟。冇偷懶，冇躲懶，係好努力咁樣做好多嘢。咁嗱，我哋做好多嘢點解咧？一定係你嘅心，你想得著一啲嘢。你嘅心想得著一啲嘢嘅時候，即係話你有渴求啦，係咪啊？渴求 desire 啦。咁喺佛教裏邊咧就會講話，慾望咧好似係將佢 categorize 咗，擺咗喺即係唔係咁好嘅嘢裏邊。咁嗱，但係其實咧，慾望咧係 sense 我哋咧。只要我哋有呢個肉身，其實我哋都勢必要係有慾望嘅。慾望咧係佢有佢好，佢有存在嘅價值嘅。因為如果我哋冇慾望嘅時候咧，我哋就好似一撇泥咁樣，係咪啊？好似條蟲咁躝喺個地度，咩都唔想做噶咯噃，係咪？咁啊係咁嘅。咁所以咧，慾望呢樣嘢就係伴隨住我哋呢個肉身咧而嚟到，令到我哋咧係會去到做一啲嘢啊，去到 achieve 好似呢只牌咁，去到想要得到一啲嘢嘅。咁咧呢只牌，但係咧呢個禮拜中咧，佢調轉咗出嚟喎，即係話好似頭先講咁啦，我哋咧並沒有停下來，好努力咁樣朝向個目標，想跑第一咁樣跑緊過去啦。咁但係咧目標係未到手嘅噃，成果係未到手嘅，係啦。咁但係咧慶幸嘅就係話咧，如果唔係第一次聽我解牌的話咧，都知道咧，我成日都講，七十八隻牌裏邊，佢會出呢一隻的話咧，即係話，呢一隻嘅牌嘅能量已經係喺度，只不過佢係未完全咁樣彰顯到出嚟，未完全到位。好啦，咁我哋睇埋禮拜尾嘅時候咧 ，reflection 喎 ，reflection 咧反而係冇調轉到出嚟。我會睇到嘅咧，即係投射啊，投射呢隻牌，如果佢冇調轉到出嚟嘅時候咧，其實禮拜尾嘅時候咧，寓意咗你真係要咧睇一睇清楚，你真真正正想要嘅其實係乜嘢？好多時咧，我哋營營役役咁去追趕嘅嘢，可能其實佢係咪真係我哋嘅 heart desire， 即係我哋嘅真正嘅真心心底裏邊咧最想要嘅嘢咧？其實好多時真係未必係嘅，因為我哋可能從細到大啦，如果我哋唔叻咧，我哋會感覺到我哋就冇愛啦，冇人愛我哋啦。點解咧？因為我哋要叻，老師先至會中意我哋啊嘛。我哋要叻，父母先至會讚賞啊，或者父母先至會開心。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某個程度上是一個陷阱嚟嘅，咁希望咧大家都已經成長為人嘅時候，能夠多一啲嘅時間咧，去到咧特別我哋呢個禮拜尾俾我哋嘅呢個提示投射呢一隻牌咧，其實佢好似一面鏡子咁，所以咧你多啲睇下，你睇出去，你眼睇出去嘅時候，其實啲乜嘢嘢係最吸引你，乜嘢人事物係你會。就算冇錢，就算你好唔得閒，就算你好唔開心，你見到你都會開心嘅嘢咧，睇下嗰個指標係喺邊度，係啲乜嘢嘢嚟嘅，而將你自己咧浸淫喺嗰啲嘢裏邊啦，嗰啲令到你一見到就好開心嘅嘢到底是啲乜嘢嚟嘅咧？真係嘗試去俾自己一啲時間去揾翻出嚟。嗱，投射呢隻牌另外一個方面咧，
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咧，當你見到一啲你唔喜歡嘅嘢，頭先講咗喜歡嘅嘢啦，當你見到一啲你唔喜歡嘅嘢嘅時候，亦都要知道，其實佢亦都係你內裏嘅投射。所以今日如果有一個人成日黑人憎咁樣，或者係老闆啊，你個上司啦，佢成日都對你諸多要求，你點樣做咧，佢都唔滿意嘅時候，你要知道啦，其實你自己是这样样 ,ok? 那很多朋友呢我又用很多这个字或者收回很多了有些朋友呢就会跟我说我怎么都看不到我怎么都没办法看得到呢我很喜欢这个人其实我也有这个元素。好是有些朋友呢是真的这样纠结在这里。那如果不幸你对你身邊發生的事情你都是有這個感覺的時候呢我會建議你可以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page 紫欣談和解告訴紫欣聽紫欣會私底下會回覆你甚至乎呢每個禮拜我都有一些 free reading 的有一個鐘頭那麼久是啦如果你們喜歡 claim 的都可以即是你們想申請想要有一個鐘頭的 free reading 免費的解讀的話可以去我們紫欣談和解的Facebook page告訴紫欣聽你的題目讓我跟你聊聊天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啊、那這個星期呢就又有課題了很簡單總結這個星期、繼續我們需要成長不需要擔心雖然目標、最終你想要的東西或者未是捉到在你的手裡面但是呢它只是告訴我們聽我們要再小心看一看我們自己裡面真真正正最想要的其實是什麼因為呢在新心靈的時代裡面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就是你想要的東西你一定是會得到的 Whatever you asked、It will come to you, 是吗有没有听过、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要的东西一定会来到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练习里面我们都见到是这样的。那如果当有些东西你说你很想要而它总是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时候坐低让自己静下来看回内心深处好深的深处里面你真真正正想要的是什麼東西呢希望大家這個星期呢都有一個精進平安喜樂的一個星期驚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現在上來這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付費之後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